舅舅，舅舅，干嘛呀？我家电动车坏了，你家电动车借我用一下，钥匙呢？借电动车啊？不行，我等一下要去买烟。那买烟等一下再去呗，我这还有一点，你先拿去抽。那也不行，我还去买菜。买菜，买菜，你得去镇上买那么远的路，我给你钱，你打车去吧，给你20。这个汽的路费，还了怎么办？你把20还给我，我给你50，这些够了吧？把钥匙给我。那好吧。谢谢舅舅啊。啊？钱哪去了？